为了让龙川高龄者有更加好的照顾，水保署积极推动绿色照顾计划，仑背乡罗厝社区嘛已经是第三年办理这项计划。即天邀请专业老师到社区，甲长辈用黏土来装饰扩香的用品，长者拢表示真趣味，做了嘛拢真有成就感。还使黏啊不？哎，哎呦！阿嬷和小朋友用黏土来做属于家己的扩香品，仑背乡罗厝社区发展协会配合着水保署的绿色照顾计划，拢会举办各种课程和长辈来上课。即天是邀请老师教大家用黏土做扩香品，和长辈来动动手，促进身体健康。长辈对即天的课程是拢感觉相当的趣味，嘛期待阁有机会会当阁来试看卖。哦，有啦，老师有小我有教，教讲这安怎用，真趣味，好耍好耍。啊，今仔日咧做红萝卜、茄子，啊，甲番茄，啊，阁有香水要咱提当跟厝内底，足好个啊。今天我们的活动呢，透过手作、绘本，还有奥弗乐器，然后由孩子跟长者们一起互动，然后对这个绿疗法呢，就是让身心放松，有益身体健康。除了让长辈来上课以外，罗厝社区也邀请到当地小朋友到店来参与。透过小朋友和长辈的互动，是让这个课程充满了温暖，也让长辈得到疗愈。今天老师教我们做黏土，然后做黏土，他教了大家做了番茄、茄子和胡萝卜，都很有趣。做了一些香水之类的，我觉得很有趣，因为从来没有体验过，希望再来还可以再一次。仑背罗厝社区呢，就是办理水保署的绿色照顾计划迈入第三年。那今天呢，就是在学校学期末的时候呢，邀请东兴国小的孩子呢一起进来跟社区的长辈一起上课。那今天的绿疗愈的课程呢，我们安排了故事绘本，还有奥弗音乐，以及最后的那个手作黏土的部分。那这个呢扩香品的部分呢，长辈还有那个嗅息品，然后透过香香的香气呢，让长辈能够舒缓压力等等，然后跟小朋友一起互动呢，也是长辈非常喜欢的一个课程。罗厝社区发展协会课程是相当丰富多元，希望长辈会当多多走出来和大家做伙来参加，让生活更加丰富精彩。记者谢怡欣采访报道。